这是损小样的爸爸，不对不对，这是损小样的爷爷，损老样，他都不是损大样的啊、哦！这种 plus 超大 plus 版本的，这一包是200克啊、哦，200克。之前那小包的咱吃不过瘾呢，你就直接来这大包了。你这吃一包，它真的是一包呀，姐妹们。这个东西的热量每百克就85千焦，姐妹们，你除以一下，除以4.18是它每百克的大卡数，你就把这一包你都吃完了啊、哦，都没有问题。你就这个时间点，你就放心的，妥妥的，你就吃吧。它吃起来就那种泡椒味儿，可香了。这种小笋干儿啊，那小笋片，你还得吃这个笋小样的了。它里边这个笋都是那种可脆可嫩的了。咱看一下里边这个品质，姐妹们，老好了。咱是能吃辣的，连里边这个小泡椒都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也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它非常辣啊，我就不吃了。零脂肪。这个就作为解馋的小零食，可真的是太适合了。我刷到好多那种大的女网红，晚上就是为了怕胖，人家就不吃饭，就吃这玩意儿，真的。这玩意儿解馋，咸不滋儿，辣不齁的。有的时候你干啃那黄瓜西红柿。说实话也确实有点吃别去，没味儿。这玩意儿你吃的它有鸡味儿。有的时候咱晚上想吃东西并不是饿，就是馋，想扒了两口味，你吃这个就太适合了。基本上就没有啥热量，然后还是高膳食纤维的东西，而且这都纯天然的。膳食纤维真香啊，这咋这么好吃呢？它泡的可有滋味了，那里边都特别入味。没事，就这大片啊，嗯，你不要看这片大，一个老的都没有，他家的都嘎嘎的，他家品质老好。姐妹们，你们要想吃这种小笋，你就吃笋小样点的啊、哦、准没错。嗯，又脆又嫩。